就问最近还有谁没有被美依礼芽的极乐净土洗脑？其实这个舞蹈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国内流行，也有不少明星都挑战过。快来看看你都喜欢谁的舞台吧。周深要说翻跳，周深一定是最成功的，边唱边跳还能这么稳，甚至还得到了美依礼芽本人的认可。はい、シンガーとかも歌手の方なんですけど、周深さんが多分私の極楽浄土を歌ってくださってたという動画も見たのですけど、それを見てすごく感動して、今度一緒に歌えたらいいななんて思ってます。希望能同台合唱，别的不说，如果能在浪姐总决赛看到这俩人同台跳一个极乐净土，那这件事儿简直太酷了。谭松韵，我说这个舞台最甜，没人反对吧？三位肖战，据说这可是百家墙头名场面。江湖人称 CK 哥。